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左晴。今天是2021年9月2号星期四，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那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台今早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吉林南部、辽源大部、通化大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区有雾，能见度小于500米，部分地方能见度小于200米。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好的，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1号到9月7号在北京举行。今年服贸会的主题为“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围绕主题，今年服贸会设置了约13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区，并将举办200场左右的论坛、会议及推介洽谈活动。9月3号至4号两天为专业观众日，9月5号至7号三天为公众开放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展采用自然造景手法，打造了辉煌成就、数字创新、开放合作及互惠共享四个服务贸易主题沉浸式数字花园。展区内90%以上的搭建材料都可以实现回收再利用，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展厅。而在首钢园区新建了15个展馆，设置文旅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等8个专题展。展馆设计将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塑造具有强烈城市公园属性的聚落式会展空间。以北园工业遗址公园片区为核心，服贸会展区环绕布局，形成与奥运场馆、工业遗存和周边景观三横一纵景观廊道体系。昨天上午，第8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装殓仪式在韩国仁川市举行。今天，双方将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烈士遗骸交接仪式。第8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装殓仪式在设于韩国仁川市一处部队内的场所举行。109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以及1226件遗物即将返回祖国。来自中韩两国政府以及军方的代表参加了仪式。据韩国军方介绍，此次移交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发掘自2019至2020年，发掘地点位于朝韩非军事区以及朝韩交界的京畿道连川、江原道、铁原、华川以及红川等地。其中98名烈士的遗骸发掘自朝韩非军事区内的箭头高地。装殓仪式之后，中国空军专机于9月2号将这些烈士的遗骸及遗物运送回国安葬。根据中韩两国政府的协议，韩国政府从2014年起每年向中国移交由韩国方面发掘整理并鉴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今年是按照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实施的第8次交接。截至2020年，总共已有716名在韩中国志愿军烈士遗骸返回祖国安葬。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根据近日印发的《旅行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3版，省区市内无中高风险地区后，可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该省区市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指南明确，旅行社应控制组团规模，提倡小规模旅游团队，科学安排团队旅游线路、规模和出游时间，分时段、分批次、分区域开展旅游活动，避免游客聚集。好，继续来看，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我国住房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建设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全国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为8000多万套，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住房条件。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以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日前，国家发改委下达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70亿元，支持养老和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国家发改委会同民政部、国家卫健委设立了“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专项，简称“一老一小”专项。一老一小专项重点支持公办养老机构提升服务能力，不断满足特困、低保、失独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发展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普惠养老和托育服务，支持建设一批专业化、规模化的示范性医养结合项目，提升高龄、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能力，支持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的培训疗养机构转型发展普惠养老项目。国家发改委将逐年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一老一小专项建设。日前，2021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70亿元已下达各地。一老方面支持新增养老床位17万张，一小方面支持新增示范性婴幼儿托位6万个。医疗服务价格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关系到公立医疗机构和医疗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方案提出要平衡好医疗事业发展需要和各方承受能力，在总量范围内突出重点，有升有降。试点方案将医疗服务区分成2种类型，首先是诊查、护理等通用型服务，服务的均质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可以构建起规范稳定、具有普遍性的全国性、区域性价格体系。其次是复杂型项目，比如难度大、风险高的手术项目，对医务人员个人能力、医疗机构技术支撑体系的要求比较高，服务的均质化程度有限。试点方案提出建立更可持续的总量调控机制，加强对医疗服务价格宏观管理，平衡好医疗事业发展需要和各方承受能力，在总量范围内突出重点，有升有降，避免大水漫灌。建立规范有序的价格分类形成机制，对普遍开展的通用项目，政府要把价格基准管住管好，对技术难度大的复杂项目，政府要定规则当裁判，尊重医院和医生的专业性意见建议，更好体现技术劳务价值。建立目标导向的价格项目管理机制，构建内涵边界清晰、适应临床诊疗、便于评价监管的价格项目体系，逐步消除地区间差异，促进医疗技术创新发展和临床应用。按照试点方案要求，首批将在5个城市进行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经验，到2025年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昨天，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中小学、幼儿园正式开学了。昨晚，2021年央视开学第一课如期播出。今年的主题是理想照亮未来。神舟12号的航天员在距地球几百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里，为孩子们带来了开学寄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出生在湖北省枣阳市一个小村庄，小时候在河边放牛，躺在河边睡着了，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长了一双大大的翅膀，飞上了蓝天。但从此我有了自己的理想，翱翔在蓝色的天空。我们把蓝色穿在身上，红色绣在胸口，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颗红心，飞向蓝色的天空和浩瀚的宇宙。时代总是在探索与艰辛中前行，个人的理想也总是与时俱进。浩瀚的宇宙真的令人心驰神往。成为航天员，年复一年重复着上百个科目的艰苦训练，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模拟失重土豪、低压舱等等挑战，不断淬炼我们的身体，考验我们的毅力，这一切只会让我们更加坚韧，理想更加坚定。我们会为信念而坚守，为使命而拼搏，为祖国而出征。人生从来没有一鸣惊人，所有的一鸣惊人背后都是百炼成钢、厚积薄发。作为一名航天人，我
们的使命就是飞天。我们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两种状态，只要祖国需要，任务需要，我们随时披上飞天战袍，为国出征。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下发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从9月1号起，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以在周五、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每天的20点到21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的服务，其他的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通知发布之后，各大游戏厂商火速回应，纷纷表示将从严落实未成年人网游防沉迷新规。我现在使用的是一个未成年人的账号，登录游戏以后呢，它会弹出一个窗口，上面写的就是今日在线时长已满0分钟，意思就是说，现在是属未成年人处于一个防沉迷的一个时段，你不能进入游戏。8月31号0点起，根据通知要求，这家游戏公司已经调整了旗下所有游戏的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对时间进行限制。我们后面也会利用我们大数据的一个功能，包括可能我们会采用人脸识别等一些新兴的技术，加强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一个防控。而除了调整防沉迷系统，一些游戏厂商还全面启动了适龄提示工作，帮助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选择更适合其年龄段的游戏。在9月1号之前完成系统的升级。第二呢，我们积极推进适龄提示应用实施工作，让青少年了解和掌握适时的提示的内容。此外，记者还发现，腾讯旗下知名手游《王者荣耀》也已升级防沉迷系统，全面关闭游戏内不需注册登录的游客体验模式，暂时关闭单机模式玩法。目前，腾讯、网易、哔哩哔哩、凯鹰网络等主流游戏供应商均在第一时间回应，表示将严格遵守主管部门的最新要求，积极落实新规。挺好的，就是从国家层面来出台这个政策的话，我们特别欢迎，因为我们对小孩的时候也可以说的有理有据一些。8月31号晚，腾讯发布了关于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权利的声明。公告显示，截止到2021年的8月23号，腾讯针对已达成的独家协议全部上游版权方发送相关函件，告知其需按期解约，其中绝大部分的独家协议已按期解约。腾讯还表示，将在严格执行决定书的基础上，以非独家方式与上游版权方继续保持合作，并且就非独家合作事宜与上游版权方进行协商。这就意味着被无数网友吐槽多年的想要听更多歌手的歌，只能在手机上安装多个 APP 来回切换才能实现的状况，即将成为过去式。从昨天开始备受大家关注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七大主题园精彩纷呈。不过逛吃买这样一圈下来要多少钱呢？记者提前探员解答您最关心的钱包问题。刚刚拿到的是这个公园的指南，打开一看啊，里面有七大园区，占地面积非常的大啊。那北京环球度假区呢，也是在全世界开园面积最大的一家环球影城，传说中啊，它是有大阪环球影城的2倍大，新加坡环球影城的5倍大。在环球度假区玩一天需要花多少钱呢？我们将会从门票、餐饮、购物、住宿、交通等等方面为大家进行揭秘。花销的大头肯定是门票了。今天呢，我是拿着内测票进入到这个园区的，门票还没有向社会公众来开放发售，所以票价呢也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这里呢有2个参考价格可以为大家来提供，一个呢就是大阪的环球影城，它的价格是在450元左右，而新加坡的价格呢是在380元左右。怎么样，你心里有数了吗？进到园区当中呢，37项体验的活动和20多项的表演的活动都可以来体验参观。小黄人乐园，全球最大的小黄人的家，在这里呢可以说是逛吃买拍全部。大眼萌雪糕，来上一口，柠檬味，奶油味，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拿着它拍照。现在多少钱？40元。这里是平先生面馆，也就是阿宝爸爸他开的这个面馆，在这里呢你就可以吃到阿宝爸爸的手艺了。那这四川担担面、牛肉拉面和北京炸酱面这些面款呢都是58元的这个售价。上菜了，今天我和同事呢点了2份套餐，我这份呢是鸡排饭还有猪老肉的这个套餐，他们的价格呢都是68元一份。这两杯饮料呢一杯是15元，除了这样的套餐之外还会有一些像蒸饺啊等等一些小吃，它的价格大约是在30-40元，所以呢人均100元左右可以在这个园区当中解决一顿午餐了。来到功夫熊猫馆，阿宝和他的朋友们，你考虑带走一只吗？像这样一只阿宝玩偶，它的售价是229元。这一个呢，就是阿里波特红狮的魔杖，而这样一个魔杖，它的价格是在349元。在阿里波特园区，不能错过的就是这样一杯黄油啤酒了。厚厚的奶油和下面很像格瓦斯茶一样的这个口感啊，其实呢，它是不含酒精的饮品，所以呢，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享用。昨天，郎平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已经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2013年，郎平成为中国女排的主教练。2016年里约奥运会，她带领中国女排夺得冠军。2015年、2019年带队2次获得女排世界杯冠军。在前不久的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小组未能出现。继续来看新闻现场。昨天上午，一场温馨感人的团圆行动认亲仪式在长春市举行。河北男子杨金江在失散32年之后，终于和亲生母亲团圆相认。这是我，这是你的亲儿子杨金江。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妈妈，妈。认亲现场，年迈的蒋淑华与失散32年的儿子杨金江满含热泪紧紧相拥。在我有生以来，我今天是特别特别高兴的，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些亲这些个社会的帮助我所有的人吧，千言万语吧，就是感谢大家，感谢所有的，感谢这个社会，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谢谢你们。今年7月29号，长春市公安局七开分局接到河北省沧州市杨金江先生的求助。杨先生介绍，6年前，其养母临终前告诉他，他的亲生父母在长春，自己多年来苦于线索太少，多次寻亲未果。接到杨金江求助后，长春市七开分局结合当前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团圆行动，抽调精干警力，成立工作专班，分头开展寻亲工作。我们一步一步排查线索，啊，找到汽车厂的散热器厂，工具厂，啊，中间线索一度中断。但是我们没有放弃，通过多方面努力吧，最后找到了这个杨金江先生的亲生的母亲，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32年终于盼得团圆，对于景淑华和儿子杨金江来说，他们无疑是幸运的。今年以来，公安部在全国部署了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卖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长春警方依托打拐 DNA 系统和全国 DNA 系统，全力整合线索，助力千里寻亲，力求帮助更多失散家庭能在团圆行动中早日团聚。前不久，广西南宁的刘女士参加了一个名叫心灵成长读书会的活动，本想通过学习来获取正能量，却不想被骗了70万元。由于事业遭遇瓶颈，刘女士加入了心灵成长读书会。负责人告诉她，学习方式主要通过收看境外视频直播，同导师分享授课中获取正能量。说你看你现在为啥事业不顺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能量了。加入心灵成长读书会后，所谓的导师们不时向会员推荐一个榴莲权益项目，并称购买这项权益后，会员将获取更多能量。不过这个榴莲权益价格不菲，购买需要15万元。就是在马来西亚能买榴莲地，还有就是你能参加那个什么量子的检测，检测出来你需要再补充多少能量，还有3天的主课。他说你要上完这3天的主课，就是你的人生会能够就彻底翻盘。但刘女士支付了这笔钱后，压根儿没见到所谓的榴莲地。
随后导师们又宣称他的能量还是不足，还需要支付55万元开一家奢活艺术馆。为此刘女士前后交了70万元的学习费用。而在心灵成长读书会，像刘女士这样的会员们不在少数，他们花费了少则10几万元，多则上百万元来购买不同层级的权益，以求让自己获取所谓的能量。它是一个精神洗脑，从而骗取我们的钱财。据了解，心灵成长读书会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分布，参加的学员数不胜数。目前读书会的办公场所大门紧闭，设备已经被搬空。在现场，记者拨打了读书会负责人的电话，但都无人接听。警方接到报案后，已经立案并展开侦查。最近山东青岛多家餐厅遇到了这样的一对男女食客，他们两个人啊点了满满的一桌子菜，但是每次结账时都能在菜中找到一两只蟑螂，然后就向饭店索要精神补偿。不过两人最终都没有逃过警方的火眼金睛。视频显示，8月18号下午1点，一男一女在青岛市南区山东路一商场餐厅吃饭，用餐快结束时，两人从饭菜里捞出两只蟑螂。店家为了不影响生意，给两人免单并进行了3倍赔付。随后餐厅负责人将情况反馈到商场业主群，没想到其他餐厅表示近期也遇到相同事情，于是餐厅负责人马上报警。然后我们对这个店家的后厨进行了查看，发现店家中这个确实是比较干净的，不大可能有蟑螂。然后我们就对店家周边又进行了走访，调来了监控录像，发现在这几家店家然后说菜品中有蟑螂的都是这一男一女两个人。民警将这两人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经审问，嫌疑人赵某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恶意在饭菜里投放蟑螂敲诈勒索，便开始作案。先是点一个类似汤之类的东西好放蟑螂，然后吃个15-20分钟就会去找店家结账，结了账之后就会将蟑螂放到这个菜品当中，放到菜品当中之后会向店家进行3倍的索赔。据悉，赵某与女友在青岛以这种方式敲诈勒索了9家餐厅，共计敲诈勒索人民币5400余元。目前，赵某及其女友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8月31号上午，在天津市的一个大楼外，一辆轿车突然加速，冲上了大楼外的5层台阶，随后撞上了燃气管道，这也导致了燃气泄露，情况十分危急，周围群众立即拨打了电话报警。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天然气味道，随后立即设立现场警戒区，同时对燃气管道周围的空气进行稀释。燃气公司工作人员也在第一时间将总阀门关闭，随后与救援人员一起对管道破损处进行紧急维修，防止燃气大量外泄。据了解，驾驶员在准备驶离路边的停车位时，错把油门当刹车，冲上5层台阶高的大楼底商，撞破燃气管道发生泄漏。我也不知道，我严实刹车吧，可能踩着油门了吧，就冲上脚丫子上面去了，撞到上面，气囊出来盘了我后边我都懵了。因冲击力较大，车辆前部受损严重，主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全部弹出，驾驶员受轻伤，目前已无大碍。再来看有爱的一幕，在湖南浏阳，90后的语文老师张启和用诗句和成语把全班48名学生的名字汇成了一封1600多字的书信，字里行间装满了希望和爱。
最纯粹的教育献给最可爱的孩子们，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成长中遇到更好的自己，全力以赴，满载而归。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在广西的灵山县，有三个小伙子因为对养蜂感兴趣，专程到云南去学习了胡蜂的养殖技术，回来之后成立了合作社进行胡蜂繁育和养殖。最近他们成功养殖出了一个巨大的土蜂巢，引来众人围观。眼前这个大家伙就是灵山县武力镇三个胡蜂养殖户培育出的巨大土蜂巢。蜂巢呈长圆盘状，上下分五层，长1.45米，宽0.95米，净重约达60公斤。这窝蜂已经放养了已经4个月了，雌蜂的数量已经到达了6000左右，市场上估算2块钱一只，已经达到了12000左右。据了解，这个蜂巢是几十箱胡蜂中的一箱，品种是云南红娘大土蜂。这种蜂类铸造蜂巢的能力很强，正常情况下，这样的蜂巢一个月净重就可增长约20公斤，有较高的经济价值。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花好月圆人团圆，中秋佳节自然少不了美妙歌声的陪伴。在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西昌市的录制现场，不少演员跨界用歌声传递中秋祝福。每年中秋晚会歌曲类节目是重头戏，在今年的录制现场，不少凭借扎实演技赢得观众喜爱的演员们也拿起了话筒，化身歌手唱响家国情怀。造型师根据他们演唱的作品精心设计服装，增大表演空间，这让今年的中秋晚会具有传统文化内涵，又具有时尚冲击力。我今天的造型也是就是根据宋朝的女子的装束，然后是在一个节日的一个正式的装扮。它是真银做的，对对对，还是有一些重量。对，我这是真花，我这是鲜花。这一次是跟诗诗合唱了一首比较能够代表团圆和思念的一首歌，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也算是都是应该是第一次，对，选择了一套宋代的服饰来表演这首歌。这个帽子上栽了一个花，它也呼应了一个宋朝的四象簪花的这么一个比较吉祥的典故。除了演员跨界献唱，备受大家喜爱的四川理塘少年丁真也出现在秋晚录制现场，将在中秋晚会上带来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当晚录制结束后，他用藏文写下节日的祝福送给观众。丁真，你写的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呀？藏语读的话，财运临面。汉语意思就是长命百岁。更多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8月31号，第五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总决赛在长春落下帷幕。经过激烈比拼，沙棘林下操种中药材种植加工项目获初创组一等奖，低 GI 值大豆膳食纤维馒头项目获成长组一等奖。比赛设初创组和成长组，共有18个优秀项目入围决赛。参赛项目涵盖种养业、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等多个乡村产业。9月1号，第35届中国抚松长白山人参节开幕，抚松县第16届参王大赛同步举行，全国各地参农客商及各界人士云集现场，共同感受人参文化魅力。本届参王大赛分为原参参王和野山参参王评选两个部分，9颗原参、13颗野山参参与竞选，最终3号原参和2号野山参分别成为今年的原参参王和野山参参王。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日前在吉林大学夏县田野考古实践基地开班，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考古工作者将在这里接受为期3个月的系统培训，这也是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首次承办考古实践训练班。
欢迎回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板块。2021年秋季新学期已经正式开启，那么有哪些教育政策正式实施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自2021年9月1日起，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其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盈利性民办学校。关于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有关情况，教育部表示，金秋推行一校一案课后服务，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课后服务要全面覆盖，各地各校要从实际出发，一校一案制定完善课后服务具体实施方案，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并努力实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此外，将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中第3章第24条明确要求，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教职工与学生交往行为准则、学生宿舍安全管理规定、视频监控管理规定等制度，建立预防、报告、处置性侵害、性骚扰工作机制。学校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并制止教职工以及其他进入校园的人员实施6类行为。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了欺凌的概念，要求学校应当定期针对全体学生开展防治欺凌专项调查，对学校是否存在欺凌等情形进行评估，并归纳了侵犯身体、侮辱人格、侵犯财产、恶意排斥、网络诽谤或传播隐私等5类欺凌行为。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要求，禁止学校教师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出发点是保护学生隐私和自尊心，减少攀比，避免歧视，缓解应试压力。但是同时规定，学校应当采取措施，便利家长知道学生的成绩等学业信息。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与5项管理的要求也逐项进行了衔接，其中规定学校对手机管理的权限，明确规定除教学需要外，禁止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课堂。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发布了中小学生课间休息令，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昨天，一项惠及快递小哥的方案正式实施，多家快递公司发布派费涨价措施。自9月1号起，揽收的快件派费将上调，每票0.1元，也就是1毛钱，用以补贴快递员的收入。业内人士表示，每单提高1毛钱，每位快递员每个月估计增加500元到1000元的收入。快递小哥工作强度大，劳动条件比较艰苦，这次快递派费的上调也将有助于坚定快递小哥的从业信心。我们继续关注交通出行方面，为期62天的2021年暑运工作到8月31号结束，长春站共发送旅客414.2万人次，较2020年同期增加70.2万人次。暑运期间，长春站全面做好疫情防控，每4小时对候车室、售票室等关键部位进行消杀，对进出站旅客进行测温，并提示旅客坐火车出行请与他人保持间距，佩戴好口罩。随着开学季的到来，长春站陆续迎来返校学生客流，车站提前做好客流预判，及时补强运力，加强组织引导，为返校学生提供精准服务，保障学生顺利返校。昨天，铁路12306网站进行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相关功能正式上线运行，为老年人以及障碍人士线上购买火车票提供更多的便利。同时12306手机 APP 适老化无障碍功能正在进行测试，将于9月上旬上线运行。据统计，目前在铁路12306网站注册的65岁以上用户有2500万人。推出的适老化及无障碍功能改造，将有效解决老年人和障碍人士在网络购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进一步提升购票体验。同时，铁路部门还保留了现金购票、人工服务等线下渠道，加强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为老年人及障碍人士购票出行提供便利。
此次分别对12306网站和12306手机 APP 进行了改造。改造后，12306网站支持放大缩小、调整配色、语音识读等功能，提供滑快验证和短信验证两种形式。从昨天起，包括长春市在内的28个城市可以申请电子驾驶证了。我们来看看申领的第一天情况怎么样。记者从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了解到，吉林省长春市作为28个第一批电子驾驶证全国推广应用城市之一，截止上午10点，已有25000余人申领了电子驾驶证。毕竟不用揣着那个驾驶证哪儿都跑了，直接放在车里就可以。遇到交警查咱们的时候，咱直接拿手机 APP 给他看就可以。电子驾驶证可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场景。我们在正常的出行过程当中，纸质的驾驶证就不需要再携带了。拿着手机，随时的打开我们交管12123 APP 就可以出示电子驾驶证，用于在路面上的一些正常情况的处理，比如说处理一些事故、处理一些违章、把车辆上保险、正常的违章的处理，这些都不需要携带纸质的驾驶证。那么在一些情况下，电子驾驶证不能完全代替纸质驾驶证，比如说处理非现场的事故，比如说我们驾驶证是需要扣留的，驾驶员就需要携带纸质的驾驶证去处理这些特殊的情况。长春市的驾驶员可登录交管12123 APP， 按照提示流程申领电子驾驶证，有效期等同于纸质驾驶证。需要提示的是，申请人的驾驶证应当在有效期内，驾驶证存在扣留、暂扣、逾期未体检、逾期未审验、公告停止使用等情形的，将无法申领电子驾驶证。如果咱们的身份证照片是10年之内的，我们的系统会自动的读取驾驶证的照片。2代身份证的照片符合规范的，那么就需要重新的去提交了。我们是要求纯的白色的背景，并且光线均匀，坐姿呢要双肩水平，达到我们证件照的一个标准，仅止大笑，仅止做一些手势，还有就是不能穿过于暴露的衣服，不能穿制服去拍照，还有我们的衣服上面不允许有任何的配饰。如果我们对2代证的照片不满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在12123上面重新去拍照，不能过度的去美颜，不能修图。通过刚刚的短片，我们看到电子驾驶证提升了证件使用的便捷度。那提到便捷服务，昨天包含长春市、吉林市在内的全国218个城市也同步推广应用二手车交易转移登记跨省通办业务，一起来了解一下。二手车交易转移登记跨省通办便利措施适用于非营运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对于二手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现机动车所有人，也就是二手车的买方，住所不在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内的，可以直接到住所地，也就是转入地交易并申请机动车转移登记，无需再到原登记地，也就是转出地车辆管理所交验车辆。二手车档案资料实行电子化网上专利，无需再提取纸质实物档案。举个例子说，咱们长春的人现在呢把车开到深圳去了，然后呢车在深圳，人也在深圳呢，我的车卖了，那就可以在深圳卖。反过来说呢，就是比如说你黑龙江的人在长春呢开的是黑龙江的车，然后在长春工作呢，现在呢这车不想要了，那过去呢得是回到黑龙江去办理交易、办理转移过户，那么现在呢就可以直接在长春办理二手车交易，一次查验直接电子转入就可以了。二手车交易转移登记跨省通办此次在218个城市进行推行，所以只能在这218个城市之间进行交易。如果你不是这218个城市，那么你就不能办理这个电子转入转出。目前呢，吉林省呢是长春市和吉林市是已经实现了异地二手车转移登记。对二手车在转入地交易的，可以通过公安交通管理互联网服务平台提出申请，也可以直接到转入地车辆管理所业务窗口提出申请。对二手车在转出地交易的，可以向转出地车辆管理所业务窗口提出申请。申请转移登记之前，应当确认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目前从长春来说呢，异地那个转入交易，希望大家先暂时呢在华港、凯旋和惠腾办理，暂时先由这3个服务网点测试开通运行。同时呢，我们县市车管所也开通了此项业务，大家都熟悉了，然后呢我们讲进行全面铺开。异地交易的时候呢，您
不必提取那个纸质档案，直接呢带着您的车、登记证书、身份证、行驶证，可以到这三个服务站先进行交易，然后呢直接办理电子转入。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消息，9月1号8点，黑地庙水文站水位141.95米，相应流量441立方米每秒，较8月31号8点回落0.14米，超过警戒流量41立方米每秒。月亮泡水库水位132.15米，蓄水量7.51立方米，日均入库流量471立方米每秒，日均出库流量653立方米每秒，较8月31号8点水位下降0.03米，超汛限水位1.15米。吉林省水利厅发布洪水风险滚动预警，提醒白城市、洮南市、镇濑县、大安市水利局密切关注后续降雨情况，加强洪水防范应对，强化堤防管护，及时分析研判汛情，及早发出预警信息，并向同级防汛指挥机构报告。再来关注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多云，27到16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7到17度。松原多云，27到17度。四平多云，29到16度。辽源多云，28到14度。吉林多云，27到16度。通化多云，27到14度。白山多云，26到10度。延吉多云，26到11度。长白山多云，24到6度。来看国际方面，飓风艾达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并已经移动到美国密西西比州。据报道，截至目前，艾达已在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网站显示，艾达目前仍以近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密西西比州东北方向移动，并给密西西比州带来持续强降水。8月31号，该州26号高速公路一路段被暴雨冲刷后发生坍塌，造成2人死亡，超10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当地警方称，包括一辆摩托车在内，共7辆车陷入大坑中。目前涉事路段已被封锁，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实施营救。而在艾达此前登陆的路易斯安那州，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一组卫星图片显示，8月31号，艾达过境后，不少街道道路沦为汪洋。洪涝灾害对当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截至目前，路易斯安那州仍有近100万户停电，超过44万人停水。还有报告显示，受艾达影响，墨西哥湾95%的石油开采和94%的天然气开采被迫暂停。路易斯安那州9家炼油厂停工，产能占美国全国的13%。除此之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气象部门预计，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将迎来超过4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当地居民还要不得不面对繁重的灾后清理工作。根据法新社报道，叙利亚东北部诱发拉底河水位连续8个月下降，几座水利发电站面临停运风险，多达500万人可能会断水断电。干旱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叙利亚的农业灌溉，可能会引发粮食危机。叙利亚当地百姓告诉记者，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荒漠里，想离开叙利亚，因为已经没有水喝，也没有水浇地，还有当地居民买不起水，这也迫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饮用不安全的水。据了解，幼发拉底河全长约2800千米，流经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不过在过去8个月内，幼发拉底河水位下降了5米，距离发电站发电机无法运转的警戒水位仅数十厘米。目前在叙利亚境内有3座水坝为数百万居民供水供电，如今面临断水断电的危机。
自去年以来，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发电量已下降70%。人道救援组织称，叙利亚原本就有60%人口面临粮食短缺，此次干旱导致庄稼大面积减产更是雪上加霜。业内专家分析认为，叙利亚可能正面临一场将持续数年的干旱，东北部地区甚至全国都将面临粮食短缺等问题，未来将需要大量进口谷物。随着网购的普及，大家总会有一些废弃的纸箱，有的人选择扔掉，有的人会把纸箱囤起来当废品卖掉。日本有一位艺术家，他却用一把刻刀将纸箱变成了精美的雕塑作品。大野萌菜美和纸箱结缘还要从19岁说起，当时大学要求用纸箱制作手工作品，完成作品后大野就爱上了这项手工。经过10年的钻研，如今他已经是一位有名的纸箱艺术家。和其他艺术家先画设计手稿，再在纸箱上操作不同，大爷直接在纸箱上剪剪切切，而且他还有点任性，只雕刻自己感兴趣的作品。大爷的作品曾在日本国内外展出，大部分作品并不出售，同时他也提供商业服务，为付费顾客定制纸箱艺术品。近日，美国警方将一只36公斤的美洲狮从一户居民家中解救出来，因为它属于非法饲养。这只雌性美洲狮名叫萨莎，11个月大。眼看着萨莎一天天长大，主人发现，这只大猫已经不再适合在公寓生活，于是几天前联系警方将它送走了。萨莎先在一家动物园接受了兽医检查，然后将前往阿肯色州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生活。动物保护组织提醒，别看美洲狮小时候温顺可爱，长大后可能会变得危险而不可预测，非法饲养野生动物不可取。更多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当地时间8月31号，南美洲阿根廷巴拉纳三角洲地区火灾再度蔓延，过火面积达8600公顷，所幸三角洲地区居民较少，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目前灭火工作还在进行中。巴拉纳三角洲地区是南美洲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气候专家表示，由于气候变暖、森林砍伐等原因，为湿地提供水源的巴拉纳河的水位已经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据当地媒体报道，玻利维亚东部圣克鲁斯省的山火近期再次燃起，目前山火的过火面积已大约28万公顷。据报道，玻利维亚东部圣克鲁斯省森林地区居民经常放火烧荒以维持土壤肥力，这可能是引起大火的原因之一。气候干旱、降雨稀少等原因加剧了火势，并增大了灭火难度。一副被古生物学家认定的最大的三角龙恐龙化石大约翰将于9月在法国巴黎拍卖，预估拍卖价格最高可达15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100万元。这副恐龙化石距今大约6600万年，2014年在美国南达科他州出土。化石的头骨长2.62米，几乎是其体长的1/3，宽2米，完整程度达到60%。当地时间8月31号，稀有物种狮尾猕猴来到印度南部森林地区的城市道路上寻找食物。狮尾猕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定为世界上最稀有的灵长类物种之一。它们通常生活在印度南部的热带森林和热带雨林中。环保人士表示，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原因，其野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你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烈栏目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